在整个思考高教生跟计划当中，我们更鼓励各大学校院对于国际化的这样的议题，是未来整个大学经营一个非常重要的面，学员的这个学习的心得，跟他们创业的这些心得里面，可以看到年轻人勇敢地跨出这一步，他的人生有很大很大翻转的机会。今天为什么我们学生会到这里来呢？是因为全台湾有46000位的兼任老师，他们到现在还没有任何的劳动保障。我们希望这些老师能够适用劳基法，但是呢，教育部长到现在却给了一个形同虚设的聘任办法。问题是，这样子的办法没有办法给任何的兼任老师有适用的保障哦。所以呢，今天我们在这边呢。能够回应我们，为什么兼任老师不能够一起适用劳基法？今天在这个会场，到底要不要回应这个问题？发展自己的人生啊，这个有成是台湾以大家为荣，青年人的机会是无限的，所关键的就在于自己能不能有那样的勇气跟胆识来加以尝试，来加以投入。为什么兼任老师一定要适用劳基法？因为他们一起适用劳基法，才能有续聘保障。有了续聘保障呢，才能够让兼任老师拥有长期的能够教学的环境，才有办法提升老师的教学品质，也才能保障学生的受教权哦。但是今天呢，教育部他是反过来说，他居然宣称说适用劳基法挚爱男性，会呢影响到多元的选课，会影响到校园的安全。本来这个东西本来就是劳动部在去年11月的时候就说兼任教师那劳基法没有问题。那当时去年的时候教育部也提了类似就是很荒谬的反驳，就是说教育现场特殊性啊怎么样不适合适用劳基法。但明明去年的时候劳动部都针对这些东西一一的反驳了教育部，可是今年呢可能不知道换了部长，还是说行政院有了什么比较统一性的指令下来，然后结果其实照理来说，像这种把任何一个职业别排除适用劳基法的时候，像劳动部主管机关都要举出这个职业别有什么特殊性，或者是它有什么致癌男性之处。可是当不管是林淑芬立委，或是蒋万安立委，还是我们兼任教师或学生询问劳动部的时候，到底有什么致癌男性跟特殊性让兼任教师不能纳入劳基法？但是劳动部次长完全不敢回应，只敢说这个东西要教育部来回答。分成了五大主题，那共计有艺术与设计、记忆海外培训计划的三个主题，分别是数位媒体组、视觉传达设计组、产品设计组的学员，他们在学成后在职场上的自己的作品，以及设计在国策。潘部长，请具体回应我们的诉求，请具体回应我们的质疑。为什么兼任老师一起适用劳基法会危害到学生的受教权益？潘部长，可不可以请回应？回应，潘部长，请回应我们的诉求。来分享的包含很多来接受很多讯息的年轻朋友，也是你们的同学的这种耐心的等候，这个我要特别的感谢大家因为尊重每一个人的权益啊，这是我们每一个应该要有的。劳动教育部不尊重兼任教师，那为什么不尊重兼任老师？劳基法现在并没有停止的这样的讨论，但是你希不希望你们的老师8月1号开始就有他们过去的？那就是立即的适用劳基法，为什么要在4月底赶修一个没有任何续聘保障的聘任办法？潘部长，请您回答我们，为什么要用所谓的会影响到学生的受教权？请问适用劳基法到底哪里影响到我们的受教权？我请问你，现在哪一个学生因为你的受教权被影响到？如果老师不被续聘，他就被现在会啊，很多未来是未来的问题，没有现在。现在就有了，我就有认识的老师，他因为产假的关系没有办法请，他就立即的不被续聘。我一再的说明，如果有老师因为
这个议题而被。我们今天不是在谈因为这个议题，我们要的是兼任老师为什么不能像一般的劳工一样，为什么不能像专任老师一样能够有一个基本的血拼保障。同时我要特别强调，谭部长，请您不要顾左右而言他，今天请您回答 我聘任办法到底有没有血拼保障，聘任办法有没有血拼保障。各位同学，你要知道不是只有你在学，像今天有多少的同学、多少同学的学弟学妹，我们刚才沉默的举着牌子，我们有什么错吗？三年后他们所需要的老师，我们应该要尊重他们的权益，为学生的需要而来聘任的。所以弹性劳动力吗？专任老师也是基于学生的需要，也是保障学生的受教权啊。一个学校我们在兼任老师里面，如果完全的专任化，现在的同学你的需要跟三年后五年后你的学弟学妹的需要如果是一样的话，台湾的教育，台湾的孩子是没有机会的。今天教兼任老师，你要让他课程多元，很好啊，但是这跟劳基法有什么冲突？如果今天遇到课程的调整，遇到业务的调整，在劳基法第十一条还是可以有所，还是可以终止契约啊。那我要问大家的是，老师用教师法系来做权益的维护，请问这个有什么不妥？你们也没有把，你也没有真的把，你也没有真的把它适用成教师法系。如果真的是教师法系，那请问为什么不让它适用教师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等一下，兼任老师四个字在教师法排除排除耶，没有写上。所以现在我们初步先就兼任教师的聘任办法来做。那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适用劳基法的这一部分，我相信一定有社会的共识。老师不当的被学校去做没有道理的解聘，教育部一定维护老师的权益。我想这个才是兼顾同学的受教权益，也兼顾到兼任老师的权益。潘部长，那至于说劳基法，很多兼任老师他都长期教了十几年了，他们连个基本保障都不值得吗？连个基本的劳基法保障都不值得吗？我们都很清楚，在台湾百工百业所有的劳工，只要根据劳基法第十一条、十二条，还是有办法将没有被保障的权益，还是有办法将劳工解雇啊。劳基法为什么专任化的方式来让学校？这不是专任化，是劳基法而已。这不是专任化，那劳基法不是专任化，这是基本保障。同学们，我们在这是基本保障，部长，这也是对。教育部长呢，他说他们要用一个所谓的聘任办法哦，来解决这些工作权益的问题哦。但是呢，我们必须要强调，这些聘任办法他们完全的没有续聘保障，没有办法保障老师的工作权哦。